岁行道会从2003年一路走来，明年就要迈向10周年了。回想这一路上，上帝给了我们数不尽的恩典。在这样值得感恩的日子，教会特别举办数算恩典10周年庆系列活动，邀请你一同来参与。你有在这里生命得着改变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吗？微电影甄选比赛欢迎大家以组为单位，可跨牧区组队、自行组合参加，由组内选择一个真实见证故事，制作一部5到10分钟的微电影短片。或者你有10年来的压箱照片，无论是感人的时刻、搞笑的瞬间，或是关键的刹那，都欢迎大家来投稿哦。不会摄影也没关系，还有纪念 T 恤设计比赛，设计主题为 Change the Decade 改变10周年，设计方向以呈现江子翠行道会的核心价值、内涵与特色为主。另外，我们还要征求个人信主前后对比的照片，对比越大越好哦，让我们一同来见证生命改变的确据。以上的比赛都有奖状和高额的奖金等你来拿哦，而这些比赛也仅限于江子翠行道会的会友来参加。详细的资讯及报名表，请上教会官网。QT 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每日灵粮，还没有参加过 QT 研习会的弟兄姐妹，鼓励你报名参加近前的爆发力2013 QT 研习会。时间是1月12号星期六早上8:45到下午3点，本堂会有免费参加，请向小组长报名；外堂请向柜台报名，并缴交报名费200元。12月31日星期一晚上8点，教会举行跨年祷告会。2012年的最后一天，不用到101前人挤人，让我们来这里一起数算上帝这一年的恩典，并且用祷告迈向2013年。1月13号星期天第二堂的主日，教会将举行献殷礼，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报名请洽柜台。各位弟兄姐妹注意了，今年度奉献收据将于明年2月底放入各位会友的奉献袋中，供申报扣抵之用。若今年有奉献节税需要者，请于12月31日前完成奉献，12月31日以后的奉献将计入102年度的奉献收据。江子翠行道会从2003年一路走来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会堂不断的更新扩大。我们希望在2013年扩至第1间的分堂，为主得着更多的灵魂，建立梦想的教会。今年奉献基金的目标为3000万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周的建堂奉献统计报告。越奉献，恩典会越多哦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关心上周的奉献报告。